赵又廷结婚至今已有9年，两人育有一个4岁女儿。高圆圆为了照顾家庭，近年来鲜少出现在荧光幕前，生活方式一向低调的她，在上个月搭乘地铁准备去看李宗盛演唱会的路上，都没有被人认出来。今天她还被媒体拍到身穿素色短袖上衣，搭配瑜伽裤，脸上戴了口罩和帽子，以一身休闲的日常装扮，骑着自行车，载着刚放学的女儿，一路慢悠悠的从学校回家。照片曝光后，不少网友都笑称这个画面好亲切，尤其是高人气的高圆圆，私下生活完全不张扬高调，反而非常简朴，让许多人忍不住夸赞她真的很接地气，女生完全没有明星的架子，难怪那么多人都喜欢她。